嗱，呢個書室嗱，坐喺出邊有曬台，呢先就係睇書嘅好環境。香港從來都冇。台南嘅漫畫書屋35蚊一本，如果執二手書嘅嚟呢度真係贏曬。有啲書係我僆仔嘅時候有30-40年。即是我十幾歲看日本漫畫的時候，那已經有很大，那當然有東西喝，跟大家看看，跟著喝一杯東西喝，不要不光顧。以我的性格呢，我會買很多很多書，跟著呢就拿回來香港，跟著就死了死了死了。哇，問題小子孫錄咦正影秀啊，這些真是一世人最喜歡的在這裡，鐵拳小子都有啊。其實我沒看兩年了，當十大書荒他執了粒之後就沒看了。現在在這裡看看找不找到一些話用，這裡講間諜的書非常好，最近很多俄羅斯的東西，無敵怪醫現在其實還在出，不知道出到何年何月。太郎是經典中之中的經典，天生妙手完咗啦！呢度好多嘢賣噶，唔係淨係書。咁咧，老闆娘咧幾十歲嘅，頭先我入嚟嘅時候咧，擺到明我呢啲冇幫襯搞搞震嘅人，係噶係噶，全部都賣舊書而唔係喺度睇。我自己好多本書呢想找返，好似之前有套青春三物嘅都找過，但係多謝張輝啦，佢得知同我喺台灣度必到，係啦，咁陸續啦，呢套啲書多。其實應間我住嗰度呢下低有間24小時書室，好正，到時介紹俾大家。不過硬係覺得即係啲譯名怪啲，好似我哋叫做足球小將嘅譯，係啊，問題小子孫錄呢套真係經典之中嘅經典，一二三四，講一啲模型嘅格鬥，變色龍一套搞笑嘅書，拳運冇得頂，好好開心行呢啲地方。